加油！今天男子传送戒备70公斤以下量级，现在队官即将该量级6位选手下量级，同样位置，谢谢。 正面双手，后面核心是开始。正面后背击，侧面是大击。 背面双手，握住金，开始。背面后背击，这个背面后背击，双脚都要贴地，不要垫脚，双脚打直都要贴地。 侧面空三头肌，以及腹肌、盂肋肌开始。好，最后请放松，现在队员将。 回到我们台湾，那我们要进行一次1分钟次数的球。音乐请开始。 好，谢谢我们209号许启瑞，来自金门县，接下来由210号许崇豪，来自南投县，音乐请开始。 好的，谢谢210号。接下来有请211号张时升，来自屏东县，音乐请开始。 好的，谢谢我们211号，接下来有请212张廖伟成，来自台东市，音乐请开始。 212号，接下来由213号黄俊茂，来自彰化县，音乐请开始。
音乐请开始。好的，师兄，214号，那请带队官将，请将男子穿最美70公斤，加量级的六位选手身上穿上方操作等待休息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有请传统健美70公斤量级的选手，也许得到我们同样位置。名次公布，第六名214号张家峰来自台中市，第二名212号张妙伟成来自台中市。第四名211号张学生来自屏东县，第三名213号黄俊茂来自彰化县，第一名210号许崇豪来自南投县，恭喜第一名209号徐启瑞来自金门县。